欢迎大家翻嚟我 channel， 大家好，我系 Stanley， 今日好兴奋啊，因为开箱魔方嘅天火啊，呢一位咧极受大家欢迎嘅大型角色可以变成为一架战机。嗱，呢一次嘅内容咧就非常出色，而且仲有隐藏玩法。嗱，事不宜迟，立即开始。配件方面啊，有佢嘅大枪啦，另外仲有一片空件嘅换甲嘅替换嘅。咁如果你就可以换上唔同嘅派系啦，重演翻佢嘅剧情。魔方智力还原动画造型咧，相信大家都知噶啦。咁但系天火动画造型咧就有啲尴尬啦，甚至乎唔算靓仔。所以唔同嘅设计师亦都会将佢做一啲美型嘅修改，好似魔方咁啊，会保留翻佢原有嘅特征。而喺需要大活动能力嘅地方咧，就会作出少少嘅修改啦。但系同一时间亦都保留翻佢平衡性，两者兼备。呢、这个就系魔方天火。呢度有个小秘诀嘅，将拳头稍稍推向前咧，就可以顶开块盖板啦。上面呢个位置，我哋要将佢完全拉向左面，唔系右边。但系唔使急嘅，因为到最后一阵咧，我哋仲可以再调整。中间嘅部分啦，我哋将佢成个向下滑落去。四气口啦，排气口，我哋将佢转180度，有少少紧嘅，慢慢转啦。
呢度设计就争少少啦，比较紧，亦都冇借力嘅地方，咁啊用啲小工具啦。搞掂好晒咧，咁就有五个卡点啊，卡好埋个飞行背包。最后一个步骤，将个大窗咧装埋喺机头嘅下面咧，就完成啦。整体嘅变形咧就极之好玩啦，完全系喜出望外。咁由于啦，可能天火嘅作品啊真系比较少，喺魔方嘅笔下咧提升咗变形嘅味道啊，可玩性大大提升。咁魔方咧仲准备咗另一个玩法俾大家，有驾驶舱啦，你估下会系点样？你就系呢一个啦，嗱，惊唔惊喜先？又开唔开心先？如果你有玩 Darkon 嘅咧，咁你就多咗一个机体俾你玩啦。嗱，唔系乱嚟嘅，唔系巧合嘅，真系设计俾大家。嗱，见到舱门啦，可以完全咁样冚翻好。喺魔方笔下啦，呢个天火可以话系惟俏惟妙啊！嗱，可动优秀，变形亦得到 M P 级嘅难度同埋水准啊！喺变形过程之中咧，冇多余而且令到玩家觉得沮丧嘅步骤啦，造型更加唔使多讲啊！靓仔，亦都系有还原度，呢个天火咧可以话系为天火粉带嚟新鲜感。今日嘅玩评咧嚟到呢度完结啦，魔方小比例 M P 天火，多谢你嘅收睇同埋支持。中意天火嘅朋友仔，我推荐你入手啊！喺你离开之前，唔好忘记订阅啦、赞好、留言同埋开启埋个通知。咁我哋下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